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头。现在我来到的是，这是什么啊？国泰万怡酒店。哦，国泰万怡酒店赞，最棒。今天呢是台湾本田他们新社长的上任见面会啊。另外啊，他们你要冲阿伟啦。那个台南好玩吗？台南好玩，赞。除此之外啊，他们的 CRV 进行了小改，而且增加了一个车型啊，是入门的车型。不过虽然它是入门的，但它还是加入了 Honda Sensing， 也就是它所有的等级呢，一样都是有 Honda Sensing 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新社长上任，讲些传达些什么东西吧。好的，大家，我们刚才已经听完他们新任董事长的一些发言啊。这是董事长啊，丰田城啊，很特别，他带来这个秘鲁圣木啊，他说这个是代表了强大的正面力量啊。哦，要先说前提是因为他曾经在秘鲁就是服务过，也是在汉达本田这样子有在秘鲁服务过，他其实跑过很多个国家，这是他外派的第三站台湾啊，回到亚洲了，他上任在秘鲁，他带来了这个秘鲁圣木啊，他说有那个强大的正面力量以及扎根，意思很明确的嘛，就是说希望让Honda台湾可以更加强大，而且是在地扎根的。好，我相信一般消费者大家还是会比较在意这次全新小改款的 Honda CR-V， 这是增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吧？首先，我们看一下 All New CR-V 的外观的一个变化，车头的部分、保险杆部分、阵列式的 LED 灯，我们做一些变更。那另外车尾的部分，保险杆会做一些更动感的一个设计。那另外我们的排气门部分改成扁平式的，铝圈也会改成最新式的18寸的铝圈。水箱护罩的部分我们做全部熏黑的一个镀铬，那另外提供钢琴烤漆。后尾灯的部分我们做熏黑的镀铬跟熏黑的一个灯壳。那另外就是我们追加了一个系列式的一个方向灯，电动式一个电动尾门，还有无线充电座，副驾驶座的四项电动座椅，仪表还有音响都做一个整合式的一个驻车系统，追加一个 New Grade VTI。那这三个车型的部分，我们全部都会搭载 1.5 涡轮增压引擎，跟我们最受欢迎的 Honda Sensing 的主动防护系统，简单的一个规格配备。首先 S 的部分113.9万 ，VTI-S 是103.9万 ，New Grade 的部分我们是提供96.9万的一个预购接单价格。好了，今天其实就是很简单，大家吃饭，跟新社长、新董事长见面，然后公布这次 Honda CR-V 预接单的价格。他们预计啊，在八月底的时候会办公办的试驾，到时候会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试驾起来的一些感受了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这次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个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如果什么问题，我想跟我聊聊天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网购去哪里？下次见，拜拜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预接单的活动正式来做开始。那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发表会在9月3号。那这次我们预接单的活动，我们推出一个 CR-V 超赞 SUV 万的那个挑战，按赞超过10000的话，加码赠送一个预定 CR-V 的一个购车回馈。